大家好，我是帕尔丢的大瓜。你们老是说我做的东西老是稀奇八怪哈。今天我们六百班买了个牛腿子，我们做个好吃的。现在开始洗脚，今天就吃的坨哈，婆娘。这坨都不得小哦。这个你要去冻着，今天我就去做这个牛肉酱拌面吃。哎呀，好做。我们再把牛肉呢切小哈，切成1.5厘米的小块，这就是雪花牛肉，拿来吃牛排的。我们再准备点配料，洋葱啊，还有这个盐水的些，还有香菇哈，整的就巴适。走喽，带来长江水，再把牛肉放起来，老姜来一坨坨，料酒来几根，再把这个泡泡团打了哈，我们。我们锅里多加点油哈，我放入洋葱，青菜，好香哦！啊，就是要炸香噻。我香一点。再把牛肉放下来。来来来。加点的哈，捞起来。来放入姜蒜，再放入辣椒和大蒜哈。来下入牛肉，来点黄豆酱，一点香菇，我们再来点豆豉，再来点辣椒面。我们再炒石豆粉儿中，把这个水气炒干就要得了。哎呀，就是这种味道。我们再来点水煮面哈。锅碗瓢泼的哈。我这个碗好重，我这个碗好小哦。吃面就要大碗。要汤多才香。我要汤。再一勺肉。肉要多点才香哈。巴适。我看你不是吃面的，你是光吃肉的。很好。那牛肉还香啊。你碗里没有肉的？有啊，还有上面的，你看。还不够辣，不够辣啊！嗯，下次我多放点小米呢。要的。我吃完了。我把肉没说。今天牛肉面吃过瘾了哈，拜拜，拜拜。